那就开始败者组新联赛败者组决赛 Watt vs Peace Dumber。 他们俩其实重视赛和还有新联赛这次应该是打了很多次，看看 Watt 使用是他是使用是塞尔达呀、露琪娜呀、还有女神 Fortuna，但那最近使用的多的还是用塞尔达，但是好像他使用的是 Fortuna 这次，估计啊他 Peace Dumber 的那个 Pokemon Trainer 是对塞尔达比较好一点，尤其是杰尼龟特别快，所以就是比较麻烦一点。然后其实女神这个对局的话，角色 matchup 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。对，迪斯达玛特别特别漂亮，现在保持距离不让他过来。对，因为他虽然女神也普币和寒币，但是只要是他不在不在高空的话，其实左右的一个力回是肯定是好。刚才是毒对手的防狗，现在这个差一点上帝死了，效果太好了，你如果 Pokemon Battle 的话漂亮。首先要还是杰尼龟，哇这个刚才是不是加 block 了，距离不过，没有死，但是可以。瓦子现在不用着急，先火力火力，对，不需要那么着急，先伤害。但是 Pokemon Trainer 的，尤其是秒蛙槽的一个攻击能力非常非常非常凶，但是落地特别不好。耶，这个漂亮，好 Charizard 现在想击一下 Watt， 但是131 Watt 也不用着急，红后漂亮寒币，对，因为 Watt 真的不需要着急啊，现在140、哦、拜拜，对，这个没办法，已经极限，红上啊，上帝不走红后，然后还是力回力回上还是杰尼龟比较优势一点，但是他很轻，现在已经不能啊，拜拜。OK， 现在1-0 Watt。好，现在 Watt 改了哦 ，Partner 也是胜利了，但是他改了塞尔达。地方是可能重点，所以就是估计是他 Watt 觉得，塞尔达比较好一点。土逼，土逼，抓住。对，这个普币真的只能是跑步防御，漂亮，Pokemon 圈子还离开他的上臂啊，这个非常高级技巧，寒臂寒臂，上帝哦，你也不会死啦，前头是不会死，但是后头是可以死，上头也可以死，寒帝这个非常勇敢，哇这个是空上魔法放电直接穿盾啊，穿墙
好，现在时间因为是百分比特别低的话，不会那么早点死，所以就估计 Peace 的马儿使用。哦，太勇敢！比爪子对，太快了，比爪子快啊，比普比快。哦，他看到他的一个 Watt 的上臂之后，他可以换 Pokemon， 也非常聪明。我，那、可以。哦，这个抓住，然后 Watt 的 DH Watt， 这个是 Watt。这是上臂力量特别大。好，现在 Peace 也是已经决定跟萨尔达打的话肯定是舒服的，是杰尼龟，但是一次失败就拜拜的呀，这个是最恐怖的啊。好， Peace 先用秒蛙槽来看看三连击上臂，没事吗？敌也太强了，已经五十二。但是这个游戏是，哦，不必这个 ，OK。又来了，是不是有点麻烦了？百分比啊！哇，哦，七十七，哦，空间。比他们。阿爹，没问题吗？不必，不断的一个阻止回墙，已经逼死他们，没事吗？这样还没死，来了火龙，火龙是太大了，好，2-0，哎，沃尔，恭喜。